记好。大家好。总书记好。新春快乐。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。今天啊，我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啊和大家见面。首先给大家拜年。总书记新年好。今年在福利院过年的有多少人呢？今年在我们福利院有203位老人在我们院里过年。我看你们那里啊有几个字儿，有福之州，幸福老人。老人们呢在这里生活，大家觉得日子过得好不好啊？好。我们老人在这边生活过得很好，请您放心。一定要让老人们呢有个幸福的晚年啊，能够开开心心过好生活。尊老爱老啊，这个是中华民族的优良的传统和美德。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，很重要的是要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。新年好，新年好。谢谢谢谢。新年好。新春快乐。新年好。新年好。